呦呦呦，今天呢我就特别想吃一家的干捞面啊，它的地点呢就在中国街。如果你不知道中国街的话，那你应该知道打铁街，如果不知道那就别来了，你有病。它的招牌就叫做品种干捞面，你给老板娘。然后这家店呢最重要，它的干捞面不会太油哦，然后让我感觉的吃得很健康哦，不会很油腻。重点是它的面弹牙诱人，就是这种的古早味蛮难找的哦。但是这家店的营业时间也只有早上而已，中午就关门了。今天如果你安排不到时间呢，你就别去了哈。哦，这家店它的面，它的葱油才是整碗面的真正的灵魂呢。尤其是他那个肉燥，哎呦，弹牙到你，哎呀，让人一口又一口就在这样子吃哦。除了干捞面，当然他还有老鼠粉啊。如果你喜欢干捞面，那是绝对最好吃。有些人喜欢吃老鼠粉嘛，哦，最重要的是他的面哦，煮到够熟，不像有些网红店哦，那个面丢下去只煮一秒钟就能拉上来了。后来呢，我就在想，不可能这间店这么好吃会没人知道吧。上网一查，原来啊这间店啊大有来头啊。原来啊，早年海纯街老彭手工面是深受欢迎的民间品牌啊。老巴萨的人称老彭为扁头。哦，扁头呢就在这个1990年呢结束了他这个门市的生意，然后转成这个提供面条原料。所以这间品种干捞面从面条、葱油、肉燥都是由老彭提供的，包括用料用多少都是老彭提供。